啊，咱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咱大家辛苦。较细声点。那么，就热天安尼这么热，啊，咱这期算第一届，伫这个教室有冷气通去吹。顶礼拜好，真啊热到要昏去。那么，好不容易大家这样聚集伫这个所在，啊，那么即马有冷气吼，应该大家较会当专心来上这个课吼。那么，咱真紧就要执政，但是咱还阁做些工作，还袂准备好。尤其咱有真侪心态，吼，较早国民党伫咱头壳内底放毒个。还阁真侪也袂清出去，连我家己嘛还足侪，久久啊，就敢若讲骨卡会阁踅出来，吼、哦。有时也嘛会讲大陆，但是拢是一般事啊咧讲。那伫台下顶，哦，我是拢足细，因为咱传播哦，真侪人咧看。那么，伫咱要执政进程，咱尽量爱充实咱家己，哦，尤其。将来，哦，恁，咱真侪同心拢是做行政人员，那么行政等于徛伫第一线，哦，要来服务咱的台湾的本土台湾人。那么，恁若心态无正，哦，真侪行政措施会走正去，哦，啊，咱莫妨笑讲，哦，啊，咱煞比国民党政府较害，哦，安尼就无采咱伫遮咧拍拼，吼、哦，那么。另外，我这个课讲完，后一节课，哦，那这个前台南市长柯天才，哦，伊即马做立法委员，要请伊来演讲。那么，咱为外口请这个讲师，尤其柯天才，哦，伊虽然那是独派，但是伊的专业，哦，伊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专业，哦，包括伊做台南市长，哦，我那真欣赏。哦，真正是咱本土台湾人为咱台湾咧拍拼，啊！啊，虽然伊过去伫美国，伊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煞用列入黑名单，哦！啊，这个人，咱个好不容易会当邀请伊来演讲，啊，咱来好好甲听，吼、哦！因为别人的经验，吼、哦，伊五六十档的经验，吼、哦，会当。是短短两点钟来要讲予咱了解，吼，讲予咱听，这是真珍贵，吼。啊，咱啊，我有听讲顶一期有请另外一个立法委员来，啊，咱的学员有对较无礼貌，安尼较唔好，吼。等下请大家吼，莫因为伊党派跟咱，也是伊独派的观念跟咱无共，哦，咱暂时许放一边，咱是咧拼台湾民政府，因做立法委员伫中华民国来。做无好，是因中华民国的代志，吼，也是会使讲因的党的代志，吼，因表现无好，迄是因咱家己咱台湾民政府人爱表现好，吼，好啊。那么今仔我要讲这个行政人员甲民意表的沟通，吼。那么先，将来咱是要学日本的内阁制，吼。那么内阁制。真重要，就是讲内阁的这些行政人员有真多，哦、我即马是咧讲中央级的哈，是由国会参众议院哦来选拔入来做行政官员、做内阁、哦、做大臣、啊。所以内阁制会使讲府院一家亲啦哈，你的行政府。好，那内阁制讲行政府，啊，那总统制是讲总统府，好、哦，咱将来咱的行政府，跟国会参众议员，是爱府院一家亲，因为真侪行政部门所提出来法案，送予国会参众议院去通过，哦、啊，你要做内阁，嘛爱你选举的时。你众议院爱过半数，
啊，摕到上大党上侪票，吼，安尼你才有资格起来做内阁，哦，做这个行政团队。啊，你若万一你选无过半数的席次，那么你可能还要招其他的小党来跟你配合，来过半数，来组成联合内阁，吼。啊，所以伫内阁制的国家，行政会使讲行政立法一家亲。啊，譬如讲英国，同款，因86%的立法的法案是经过内阁提出，啊，上于哦因的参众议院立法通过。但是参众议员本身嘛有提案权，但是伊10%较提案出来。啊！伊10%会当通过拄啊38%呢？啊，头拄啊讲个86%的内阁所提出来法案，伊个通过率97%。哦，所以讲，你若府院一家亲哦，要通过法案，啊，尤其若行政部门伊较了解民间的需要，所以伊所提出的法案，一般参众议院拢会予伊通过吼。啊，来，咱行政部门嘛爱了解这个参众议员，因拢咧做啥吼？啊，那么因的组成是安怎吼？所以下骹咱就叫我做 PowerPoint 咱来讲吼。那么国会就是咱要讲日本的国会吼。因对因家己的组织有决定权哈，对因的人事哦，嘛决定权。这个组织就是讲，你要做各种的委员会，哦，比如讲交通委员会，还是环保委员会，哦，还是文教这个委员会，哦，就教育部门的委员会，这拢因会当家己决定哈。啊，伊人事哦，要请政委，哦，还是要请一挂秘书。哦，啊，一寡行政人员吼，因有人事决定权。过来，议事规则要安怎规定？吼，因内部会当开会来制定。第四，安全特殊的维护权。吼，啊，就头拄仔咧讲的，讲会使请警卫。吼，啊，即保全人员，即含外口的警察，吼，甲外口的这个。保安人员迄系统无同哦，即伊家己伊个国会内底迄个警卫人员哈，好，啊伊个财务嘛会当自主决定哈，啊当然伊爱自己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来审因家己个即个国会要用个，准备营运个所需要个资金哈 ，OK 好，过来包括议员个管辖权，即个议员你个资格。吼、哦，嘛是爱国会因家己会当认定吼、哦，比如你若犯着啥物案、啥物案件，要安怎甲惩处吼？尤其犯着刑事法律案件，那检调单位要来甲具体要甲逮捕，嘛爱经过国会同意吼。那、哦、国会无同意，惩处保护伞伫开会期间，外口的检调单位拢袂使甲抓，袂使甲叮当吼。哦那么你若有扎随身碟哈，啊，一定甲咱的电脑做特制的 PowerPoint 哈 ，OK。那么国会因咧开会有固定的时间哈，有会期啊。伫拄开始第一届选到召开会议的时候，哦，因得爱来开这个召集会议哈。那么一般会期不继续原则。就是讲，你这个法案伫这个会期若无通过，吼，伫这个任期内底无通过，后一阵起来，这议案就作废。啊，这就是要保障讲，将来新的议员产生的时，因有新的民意、新的方案、新的立法案，要来审查。啊，你若头前遐个。
会议所累积的无通过，要阁继续审，安尼就违背上新的民意，吼、哦。所以，要有讲一个会期不继续原则，吼、哦，就是你进前的会议若无通过的法案，吼、哦，就无就等于废案啦，吼、哦。一案不再审议的原则，吼、哦。啊，这个案顶一期期若以前捌提案过啊，吼、哦，就袂使阁提出来，阁出来审议。OK， 啊，会议的种类、哦、有一些一挂定期会议，吼、哦，这会当讲定期按表操课的会议，吼、哦，啊，若临时有重大的啊需要，吼、哦，佮会当要求议长来加开临时会议，哦，啊，若有特别的发生甚物事件，需要来特别召开会议，吼、哦，啊，这会当开特别会议，哈、哦。可能国会有设各种的常设委员会，哦，那么在日本因有二十个常设委员会，吼、哦，那简单，哦，这个有一个内阁委员会，哈、哦，啊，过来地方行政委员会、法务委员会、外务委员会、大账，啊、哦，就是财政委员会。啊，这大帐这是日本的用语哈、哦，就是咱咧讲的财政委员会哈、哦。啊，过来文教委员会啊、哦，这就是教育部门的哈、哦。后生委员会啊、哦，这是卫生医疗哈、哦。农林水产委员会、商工委员会啊、哦、文书委员会。过来有通信委员会、哦，劳动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安全保障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那么我等下这个阁落去讲详细的哈。即马即先甲这二十个委员会我先讲一遍哈。过、哦、来环境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决算委员会。议院英文委员会，哦，啊，甲惩罚委员会，哦，啊，这个所谓惩罚委员会是惩罚因内部这议员，哈、哦。过来，国会一挂规定，哈、哦，法定有效的出席数，哈、哦，啊，比如讲，一般是爱二分之以上出席为原则，哦，这是一般，哈、哦，过半数的为原则，哈、哦。啊，一般呐，法案就是讲，比如讲二分之一出席，啊，过半数同意的通过，吼、哦。第二，那全院的会议以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为原则，因为像日本的国会，哦，你拿伊敢那众议院就480名，吼、哦，啊，那么你甲想？要讲叫480名，其中一半240个拢出席，可能有困难。所以一般啦，全院会议拢会定较少，哦，以三分之一出席，就一定来开会，哦 ，OK。好，那么国会一挂法案，哦，议案要表决，哦，啊，表决有几个形态，一般使用相对多数。啊，第二就爱绝对多数，哈、哦。那么真济大部分拢是用相对多数，哈、哦，只要有过半数就会使，吼、哦。我比你较济票，唔免过半数，我只要我比你较济票，吼、哦，安尼就通过，哈、哦。啊，那绝对多数，吼、哦，啊，佫有一个特别多数，特别多数的，啊、哦，一般爱过半数。甚至要三分之二以上，哈、哦，这绝对多数。这一般拿三分之二以上才有通过，这一般拢是宪法的修正案这方面的，哈、哦，制定宪法还是哈，要、哦、三分之一以上，啊、哦，这是特别多数，哈、哦。那么表决的方式，表决的方式，哈、哦，一般有分这个举手来表决，哈、哦，啊，过来就是用起立表决。啊，即马较新呢，哦，啊，
啊，佮有记名还是不记名投票啊？较新的就是用电子按钮表决哈、啊，有一个电脑计票啊表决系统啊。啊，这个是较简单，唔免多叫工作人员点看几票啊。啊，这电子按钮都迄个同意票啊，反对票啊，佮来弃权票安尼哈。啊那么过来，那么行政人员买了解这个规则哈，啊，参众议员咧开会，哦，因基本上是以什么原则咧开会哈？啊，这个咱这个本来咱以前这个顶一期我咧讲的是参众议员的这个议事规则，好，哎，等下我卡佫提出来读啦哈。过来，咱来了解日本国会吼，伊、哦、的简介，我来去做一个小改吼、哦。啊，我先了解，以前捌听过我日本国会简介，进前第一个捌听过，举手我看卖者。哦，我那真少呢吼、哦。OK， 好啊，这是搁较深入的吼、哦。来，咱来看日本国会伊的地位吼，伊、哦、是国民的代表。这是日本的宪法，吼，这和平宪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所讲的，哈，选了国民的代表机关，因为所有的参众议员来组成国会，那么这参众议员拢是经过选举、经过民意，哦，所选出来，来代表国民来行使立法权，啊，所以是国民的代表机关，啊。啊，伊是国家之议员哦，吼、哦，因伫这个选区所选出来，比如讲你伫琉球这个选区所选出来议员，你唔是干那代表你琉球的议员，你若选出来做国会议员，就变国家之议员，你是以整个大日本国来考虑国家的前途来立这个法，就唔是讲干那考虑你琉球的需求，是爱以规个国家。哦，所以伊是国家之议员，哈、哦，唔是地区的议员，哈、哦，啊来实施间接民主，哈、哦，就是咱选这个议员来代表带国会，哦，参众院院来立法，哈、哦，过来，伊是国家权力最高的机关，哦，这嘛是同款，哦，是日本的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讲的，伊是最高权力机关，然后会讲最高权力机关。因为以国民主权，啊，即国民授权予你去立法，啊，来予行政部门依所立的法来依法行政，所以伊是最高权力机关，伊直接也在讲接受民众哦国民的授权啊、哦、来立法，来予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啊、哦。那么伊嘛是国家内底唯一的立法机关。哦，无其他机关有权力、有资格，佮另外做一个立法部门，吼、哦，啊，这嘛是讲阮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哈、哦，好。过来，国会组成，哈、哦，伊是参众议院两院制，哈、哦。那么，参众议院伊个组成是480个众议员咯。加242个参议员，吼、哦，两个加起来拢722个，这个这两个议院哈、哦，就是组成参众议院，就组成国会哈、哦。好，那么日本国会议员伊的地位哈，伊、哦、的国会议员呢，新闻要怎处置？无别条路，干那参加选举。选赢你，哦，伫你个地区你选赢，你就当摕去。那么伊嘛同款，迄个两票制，吼、哦，其中即参这个众议员480个内底有300个是直接人民投票，予你这个个人。那剩咧180个，伊是用政党比例，吼、哦，啊投政党票，以政党票的高低。
会当你这个党会当摕到几席吼。过、来，国会议员伊有啥物款的权能吼？伊、有啥物款的权力啦吼？第一，有提案权。哦，国会议员伊主要就是要立法，那么要立法，你爱先提案，哦，提出新的法案，啊，是修正的法案来上吼。咱头拄仔咧讲的迄二十个相关的委员会，哦，常设委员会，互因来审议，哦，第一个就是提案权。第二个，伊对待个行政部门有质询权。会当请来各位大神吼，因、来国会来接受质询吼，啊，这就是等于立法机关吼、国会咧监督行政部门吼。过、来议题的质疑权吼、不论你是来各行政部门提出来这个法案、这个议案吼、那么议员伊对你的内容。也当给你指引，提出问题来给你指引，哈。OK。过来，议会议案的表决权，哈。那第这个提案有上去到相关的委员会，第相关委员有审议通过了，爱上来众议院和众议院全员来表决，哈。好，这有表决权。过来，国会议员有啥物特权？啊，咱来看卖哈。第一，伊会当获得年薪啊，伊有薪水哈，啊，包括伊的助理群啊的薪水哈。第二，无受逮捕的特权。哦，你若有犯啥物刑事案件，若检调要来抓，爱经过国会议长。哦，有同意，哦，你才会当，尤其国会若咧开会时间，一般国会拢会撑起保护伞，保护这个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哈、哦。过来，言论免责权，哦，啊，这个大家应该拢知影，吼、哦，伊就是为着要互你畅所欲言，哦，你有一寡对行政部门，啊，是即马行政部门所送出来。这个法案有啥物？认为有官商勾结，有图利厂商，吼、哦，图利特定的族群，吼、哦，那么也这样，因为有言论免责权，伊起来敢讲，吼、哦、，OK， 不受威胁，哈、哦，不受利益团体，哈、哦，还是相关团体的威胁，哈、哦。好，那么国会有伊活动的程序，哈、哦。第一，国会会议头拄仔讲的有常会、有临时会、特别会。过来，国会若咧要审议，伊有一个法定人数，吼、哦，啊头拄仔咧讲的，就讲法定爱一般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吼、哦，啊那全院的会议得三分之一，啊过来会议爱公开，吼、哦，所以爱有爱实况转播，吼、哦、啊开放和媒体记者，吼、哦、咧去采访。啊，来表决，哈、哦。那么一般各级的两院的协议会，就是讲，那表决伫众议院通过了，爱送去予参议院，好、哦。啊，参议院若反对，即马得爱参众两院来开协调会议，好、哦，来做重新修订迄个法案，好、哦，修订甲两院拢同意，好、哦，啊，这个法案才会通过，哈、哦。过来，众议院的解散，啊！你注意，日本，干那众议院会当甲解散，行政部门来个，哦，会当甲众议院解散掉，哦，啊，那么众议院嘛会当提不信任案，哦，要，啊，即嘛呐，这个不信任案呐通过，内阁爱总辞，哈、哦，啊，这个。内阁嘛，这样解散这个众议院。那么这个若解散众议院，法律的规定，伫六十天内，
要重新办理众议院的选举，哦，啊，这就较劳师动众啊，哦，因为这就是表示讲要阁定选一个上新的民意出来，哦 ，OK。那么参议院就无规定会当解散，哦，参议院要留一个在啊做看守，就是讲万一若国家发生重大的事件，啊，比如讲有人来对咱宣战，哦，或是甲咱偷袭，那么参议院要对开会决定我们要不要宣战。哦，这个参议院的紧急会议，哦，集会，因为这个若解散掉，啊，若万一有紧急的会议，是参议院来开紧急会议来决定国家，哦，行政部门要哪走，吼，哦，比如咱的国安体系，啊，是自卫队要哪，哦，来保护这个国家，吼，哦 ，OK， 好，好，咱来分贴总统制跟内阁制来做一个比较，啊，这是。资料的来源是天龙里著作的《国会助理手册》里底，吼，遐摕出来。好，那么总统者代表国家有美国甲菲律宾，那么内阁者是英国、日本甲德国。那么因的元首三权分立，美国是经过选举。啊，那么像这个英国啦，还是日本，因拢世袭，吼，拢女王。啊，天皇哦，这种事实哈，哦。那么阁员敢会当兼国会议员？那总统者阁员不得兼国会议员哦，因这个三权分立分较清楚。那么内阁制的国家，伊的阁员兼国会议员哦，啊，这都我拄仔咧讲，府会一家亲就是这个原因哦。现在英国因的行政部门提案出来，经过因的参众议院。提案有86%，这86%的法案，97%拢会通过，啊，就是因为因府会一家亲，啊，过来附属的制度，总统者无附属这个制度，但是内阁者有，啊，这个附属只是一个行政，不影响已经通过的法案，啊，这就是讲参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上去哦，行政修订要予伊附属，就是该提醒讲，阮已经有这个新的法案通过啊，啊，你爱怎样？你爱签名表示讲你怎样这个法案，啊，你爱开始遵照这个新的法案通过的法案，爱依法来行政，好 ，OK。过来，行政修订向什么人负责？总统者是行政修订向人民来负责，那么内阁者是。首相，即行政团队向国会来负责，啊，其实国会嘛是人民选出来，哦，这个间接执行人民的意志，哈，哦，这代议制的对吧，哈，哦、，OK， 过来，倒阁权，总统者无倒阁这个代志，内阁者较有，哈、哦，那么改善国会，总统者嘛未使改善国会，但是内阁者有，哈、哦。那么行政跟立法的关系，总统者行政大权属总统，啊，立法权属国会，所以伊是两权分权制衡，啊，行政立法分了该清楚。那来记者，行政权属内阁，立法权属国会，但是内阁的成员有真侪是国会议员去组成的，啊，所以行政跟立法会使讲是合一。府会一家亲，哈，府院一家亲 ，OK， 好，啊，这个表就予咱解了解，因为咱过去拢国民党甲咱教，拢咧教美国者、总统者，伊无爱甲你教日本的即款内阁制，哦，所以咱真侪人对这边的这个内阁搞不太清楚，哈 ，OK， 好，好，安尼这个表对照落，咱就解清楚，哈，好，过来。那么咱要安怎变作一个优秀的国会议员的条件？哦，因为将来无论你伫行政部门，还是你以后要对参加这个参众议员，吼，将来咱若要选举，吼，那么你爱
了解讲你安怎来充实自己啊。第二，本身要有专业的学养啊。啊，比如讲，那像我咧讲，等下后一节课这个考点在哦，伊伫这个经济这方面哦，是对伊的专业啊。啊，那么你的除了你的专业以外，你嘛要有涉猎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哈。第二，你这个领导面足重要。哦，你若出去演讲，哦，你若有法度讲到安尼，像较早陈水扁两千年咧选流氓的总统的时候，吼、哦，迄款安尼加起一片风云，哦，迄款气势，哦，迄款的领导魅力，啊，这有的是较天生的，吼、哦，啊，后天来训练，完了加减有法度，吼、哦。OK， 过来，优秀的国助理的团队。哦，这嘛真重要，包括比如讲，你若要选举，面嘛爱有一个选举的团队，哦，所有一个成功的人物后壁一定有一挂支撑的系统，你甲斗相共，哦，你甲分担伊一挂重要的事件，哦，啊，替伊分析、收集资料安尼，哦，啊，这拢真重要。哦，过来，议决法案哈。哦你这太跳了。好，那么国会议员伊的职权，哈，都要讲了，有议决法案，哈，啊，审查预算案，过来戒严案、特赦案、宣战案，哦，啊，甲过河案、甲条约案，这些拢是国会议员伊的职权，哈，党来发展，伊来去做议决。行政部门送来预算，哦，嘛要审查，啊，看有头枪玻璃内底无，吼。个人若要戒严，哦，行政部门送要来戒严，吼，嘛要看国会有要通过无，吼。包括那一般有个人讲，像中华民国那总统，伊要求要特赦，啊，这拢嘛要同款。上来给国会来审议，包括宣战案，你看，你要向外国上宣战，你无国会通过，哦，无国会拨款，军费拨款，这个无法度通过，哦，包括过河，哈，比如讲签和平条约，啊，这嘛爱国会有通过，过来条约，行政部门拿去跟人签条约，国际条约。嘛，就还阁送转来，予国会来看有要通过无？但是国会无资格去甲修改行政部门去跟外国人所签的条约，袂当甲修改。你干那会当讲同意或者不同意安尼俩？哦，袂使甲修改。哦，好。那么国会助理有真侪种类哦，咱来以美国。来做例，哈、哦，总理得有国会领袖伊本身的助理，哈、哦，得议长啊、副议长伊的助理，哈、哦，过来国会。